该洗不去了，哎，不要老太婆老太婆挂在嘴上，邻居听了都不通情理嘛。啥个情理？情理值多少钱一斤？你自对噻。哎，哎，这几只篮子能卖多少钱？有几只篮子点点就发愁了，恐怕别问这几只连买帽子的本钱都发在港嘴。这个家呀，靠你上手，本钱再多也是个无底洞，老的不是，小的不假，八缺八少。早晚几句吧。对呀。
娘子我嫂子最得意的是他天天不可你在早起来晚个不灵，阿飞也吃灵。咦，我都讲啊，我讲了半天，你晚不不吃啊？你想早饭啦？好，我不吃，我回去。那么，我这下梅老板家奔去，你可你去，去早饭吃。那文气，死文气，只为吃饭，只为下班。阿根快点。哦。妈，那这只蛋你吃吧。阿根，快点。啊，来了。妈，我去了。哪里去啊？今天买点盐。啊，买好盐，早点回去啊。哎。两个铜板。买孙了，买孙。真摇啊？哎，不摇。哎，不要，好顺。老妈妈，啊、你买身啊？哎，这是好身啊！哦，这身很好，哎、啊，就是动办不够呀、啊。好，你媳妇啊，去拿着吧。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带你去顾自家的拿着吧。哦，下，最好下。哦，老妈妈，最好。这个话也好话。哎，话也好的。来花样吧。哟，好漂亮的雪花，宋杰金哥哥这下子怎么拿来买了？你们这鸳鸯雪的像我弟一样，是真发啊！花絮的好快，这人长得更美啊！怎么笑不发？买菊花，买橘子啊！哎呀，买一整个人嘞！嗨，来孙喽！三里老黑龙家乡是你啊！哎，你看，这脸长得真美啊！
哎，大家，我们买，我们买。怒目睽睽，光天化日，尽管降息。他娘的，大人喜欢，关你屁事。老薄饼有人修，死薄饼有人管，我让你。喂，谁呀？谁呀？哎呀，你这个，你这是老天，我来试试，上来。姑娘，啊，快追吧！哦，快追吧！三立大哥啊，哦，大姐，哦，你慢些。好，你今年有位做好事，我可侬啊，要叫勇者。叫勇？刚才那个姑娘啊。大姐，你在讲些什么呀？哟，不要假痴假呆了，咱一道动身嘛，要去三立，求嘛要讨真理。不错的呀，我啊苗头已经割出来噻。哦，你是谁？刚才那个姑娘？哎，我是山里人，镇江的。山里人怎么了？哟，我困农啊。但是我还不知道他姓人名谁，家是哪里啊？哎，这用不着侬担心，这月经几十里，谁家有侬，哪家有女，巧子都被光棍寡妇，我肚里都有一份西藏人。哦，大姐我啊，我是靠这样吃饭的嘛。哦，哎，三里大哥，啊，空待空是没意思的，侬哥哥有啊？你是杨杰？哎。有，那么先付十块定呀。好。那好。哟，刚好个身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你喜欢拿着吧。好，好，这两天实在忙，都拿点。上灯上干嘛小菜哦，三天今天回应啊，三天啊，梅老板梅，嗯，梅老板，你再讲我一次吧，我生意做好，新账老账连本带息一起还你。嗯，哈哈哈哈，呸呸，你也想赚钱？哈哈哈哈，我看你呀，晦气了人人，倒霉倒到头顶心在，侬能赚钱，我每次倒转来下。会奇怪，他在我是高地中，闺蜜流泪泪家亲，去年红心泪
起来再送个钞票啊，娘啊，老伴他年纪小，买爹买娘，你去银行好，不要等了。嗯、啊、嗯，好，看在姑娘份上，挑水去。大哥，快走吧。来来来，嗯，快走快走快走啊。嗯，阿哥，我走了。啊。嗯阿哥呀、啊，这是你妹子，哎，哦，哎，你想嫁钱？哎，是啊是啊是啊，哎，三天之内我送钱上门啊，真的呀、啊？哦，多谢梅老板，多谢梅老板，多谢梅老板，啊，对，嗯。这件是账号毛做便宜，价钱便宜，快买呀！哎，就便宜点好吧？嘿，这已经够便宜了。哎，挑一次啊！好，哎，去看看老师吧。看看，哎，走吧。来来，拿出来挑挑。嗯，嗯，嗯，妈妈的，这算什么东西啊？嗯，走吧走吧。阿爸，阿爸，阿爸。哎，怎么样？梅老板三天之内送钱上门，真的呀？哎，我还送不到门。是啊，那么好哉，回去别不起哉。宝宝，瞧呢，哦哦，娘，哎，这就回来啦。哎，咦，宝宝。哎，快去玩吧！哎，娘，去好玩，我去你见爷。哎，嗯，又吃菜饼，凭什么不让我们吃饭？我不吃，吃一点算了，我不吃。唉，都十八九岁的姑娘了，还那么省心，你又不在这里过一辈子，省着点啊！娘，老省着点，省着点，我可以饿，可以睡，你怎么办？
不肯去呢，父母之命，妹子之言，长兄为父嘛。我这个少少之量也得说。桂花姐，拿定量来。好，先父不亏定量，这般定定就这样敲定了啊。嗯，不是大爷，分文不能少。侬放心。是小宝啊，这是我娘，叫我拿来的。哦，媒婆一到，叫他当点心吃。小宝啊，你有个娘，真是好福气啊。好，拿几个吧。嗯，
多放肆，到美国吃保险，好为你讨老婆多出点力气啊！你这调皮鬼！大夫，大夫，三叔，大夫，哎，我给你上一找了户人家，哦，让你去做招待女婿。去做啥门女婿？不去。哎，大夫，你又忘了你是外来户，你爹娘挑着路单逃荒到这里。对顶着人家的肩胛，踩着人家的地，你这是深山狼啊，谁愿意嫁到这里来？你就不要挑挑拣拣喽。他们看不起我啊，我就是要讨个三亚的姑娘，让他们看看。哈哈哈哈，不要大把见识梦嘛，一个三里姑娘已经上上大街了。三叔公是真的，美不就要来了。小宝，大夫，可你不吃吗？什么味道？哎呀，哈哈，烧完不放水，本命烧成灰。武大哥想老婆嘞。小宝，你武大哥想老婆。继续，这里小子不错，你嫁到哪里呀、啊？你不好想嘞，你还是等去吧。你倒是说话呀！哼，好心给你找了份婆家，你不去，想赖在这里过一辈子啊？做梦！你啰嗦了半天，要去你自己去，我是不去。阿根哎，你个回去鬼弄听听，叫我去嫁给山里了，这种没规矩的话也不说得出来，老天没眼啊！哎，不是说山里人不好，这样的大事也给我商量一下。商量？同你商量？你只要去玩，还能做啥事情？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你。哎。一老一小想来欺负我啊，没个便当。
承恩，拜老还公家和亲，一路三岁不心宽，只愿早早开宗成，年天长命永生。一定成功哦！俗话说，只要银子多，能叫鬼推磨。如今这个世道啊，怕就怕这有钱有势是个事啊！你算是明白阿梅老板，哎，你来了，梅老板，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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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在帮你修花哦，雷老板，稍等啊！哎，好好好，我把节目拿来。嗯，金家很客气嘛。嗯，老太婆，呼叫王一点。哦，我还雇了一个老佣人，早晨辛苦呀！哈哈雷老板，来，啊，阿根兄弟呀，哎，那这是200大洋的银票。要用随时到钱庄去取拿着啊！梅老板，这么大一个数字，谁我怕玩不起、啊？呀呀呀呀呀！阿根兄啊，这银票是梅老板送给你的。哎，
阿根兄弟啊，在200银钱的银票算是小意思啊，等临门过门的那一天啊，再给你一个大数啊，以前的账一笔勾销，以后缺点什么尽管开口 啊。哦，梅老板，你是啥？我没。哎，阿根兄，只要你每次和老板一澄清，喏。再给你这个锁啊！哎呀！哦，梅老板，让老前台有用人也不一定。娘，哎呀，梅老板，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娘是这样叫人家当的吗？你为什么不走啊？这，梅老板，这年票我不要啊！哎，为了，哎呀，哎，老太太。哎呀，不是在做瓜贼吗？梅老板又不是故意的。是啊，为了，我不晓得是啥模样。你这个瓜！哎呀，你管！算了，好，好，你死，好，算了，好，好，金阿根，好啊，你千扎不完是我人的，我告到官府向你要人。要来得人，梅老板与别家要人，这是人心，不让我们母女活命啊！我这一走，你该怎么办？听天于命，只要你不落虎口，为娘死而无怨。父君，
脑筋动得蛮好，推推把女儿放倒，男人让我们来做啊！哼，没个便当。阿哥，你也是，到外面做面香去。山里人不肯歇，梅老板也不好娘，万一闹到家里来，啥事老他不去当家？哎，娘家头个年纪，万一……哼，啥人叫他帮着女儿、啊？两头夹攻，上头不休在。那
哪吒，谁？我送你到城去。老太婆，孩子抱起来。先生，我算个名。好，侬请坐。啊，请把时辰八字报来。啊，今年廿五岁，属羊，七月十三，未时申。嗯嗯，这个我嘞，大姐，侬是未时之羊。嗯。侬阿婆和小姑是寅时之虎。哎呦，大姐，侬屋里是上下和睦？哎，我还和睦嘞。哦，这里个老乡莫不得。哎，是个是个，都不能先生猜到的。先生，快讲下去。好、啊啊，各位大姐，侬听哦，慢慢讨来。现在姑娘逃走了，把金安给弄走了。老伯，阿根也逃得无影无踪了。哼，逃走了和尚逃不了庙，想叫我走日本生意，想都不要想。我看把老太婆拿来抵债吧。啊，混账！哎呦，我要老太婆来养老，我要姑娘生儿子。哎。媒婆大姐，媒婆大姐，这是定亲节，晚宴一包，等娶亲时再付吧。哦，媒婆大姐，这是山里人的血恩情，事情一定要办牢靠你。哟，三叔公，我见过官做事，从来是日本上官武举，硬碰硬过，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听人说媒婆是疑心哑巴，好个嘴。呸，小兄弟啊，侬不要听我埋头好哇、啊！你前趟去跑过山上六毛头，吃过文化油那头，吃得个是啊，不会做个啊。山外的姑娘愿意嫁到山里来，心里总不踏实。对呀，这就是缘分嘛。你在江上
你比不是彩的花椒一刀叫你快花衣、一起拜托美国大姬了。哎，下面姐不可忘记啊，选样一刀给你红包。好，去过中外我马上去这。
大哥呀，大婶，大哥呀，嗯，你怎么回来了？大婶，老伴爷我来七乡，不要我了。哎，这么小年纪，往你的日子可怎么过哦？嗯，啊，快去吧。嗯，嗯，大婶，我来拿。管的位置，哎，妈，水已经喂够了，我去灌鸡。哎，鸡已经金龙了，妈，你就不要操心了啊。妈，妈，啊，不不不，我不喂下去。哎，今天呀，是一定要喝你。离外操劳你的苦。
要靠你们啊。妈，哦，不不不，我这人还不小。哎，哪能只喝一杯呢？应该盛装啊。我不能再喝了。你把这杯酒，是不是来请我的人？不，不不不。妈，他婆婆听婆婆娘一婆婆也懂，也饮三杯长醉酒，当年的你我不信，你Happy
平安不是动手了吗？哎，一路辛苦是用脚的。快我到熊王歇歇吧。哎呦，先别去，你后进攻王者。哎，真的困着，站也站不牢，怎么把天的这样把天的乡亲们是要笑话的呀？哦，那我去叫醒他。让他动谁一位？三叔公，那你可怎么办呢？啊，我可钱都快凉了，索性向新娘歇歇，等到天凉了给八堂人亲，好请乡亲们再来热闹热闹啊！对对。三叔公，这料子，哎，快我新娘就往里歇歇吧。乡亲们，乡亲们，啊，请明早再来吃喜酒啊！乡亲们，啊，请明早再来吃喜酒啊！辛苦了，真心要来啊！多谢多谢。大夫，你也忙了几天，吃力了，进去歇歇。啊，我不来。啊，傅大哥，事情办成功了。哥哥。哦。美博大姐，辛苦你了，多谢多谢了。哦，不客气不客气。美博大姐，你歇歇。哎，哦，我就坐在这里，这里风凉。哎，你们忙你们忙。好好好。大夫，钱到醒悟去。三叔公，钱啊。Yeah.
小宝，可惜儿子，小宝，行了，你看，可惜，可惜儿子，梅母，你梅母哪里去了？我回家怎么办呢？我是说，三乖姑娘怎么肯嫁到山里来呢？梅母遭罪了！你这个骗子！我在山哪里呀、啊？你往假死讲啊！你冒充姑娘你！天人奸贼！让我一走开！我要你的命！打我！你不要打啊！打死了被棺材的呀！哎呀！哪来的姑娘好打扮？光天化日过阴天，冒充姑娘来人间，欺我山里庄稼汉，世上少有的好心人又面目我人间。
娘，大娘，大娘！哎呀，嘿，大娘，大娘，大娘！你已经让我去了，大娘。众位乡亲，大户我被媒婆骗了，大娘她被休买了，我是马爹马娘的错花一个，她是水尽气馁，有家难归。今早我请众位乡亲作证，大娘。我们一起都把他打烊，我埋下你的老娘亲。娘，乡亲们，这是媳妇，这是媳妇。
来应该喝一杯，来来来，大家过一杯，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干一杯，干一杯，来来来，过过，来来来，好，来，乡亲们，你们都是好人，好人呐。
家与官有，可人间道娘子娘，大夫啊！娘，带你找个粮，不要冻着了啊！大夫啊，哎，这么早就出去了？娘，在那的草芽，今日只瞌睡。啊，我去拿碗去。哦。大夫啊，快吃完吧。哦。嗯。啊。咦。哎呀，我年纪大了，万一还洗的好。哎、嗯，洗的好，洗的好。哎呀，嗯，哦，那，嗯，哎，你呀、啊，哎呀，给了，给了，哎、哦，哎，哎，啊，梅老板，啊，好啊，哎，好好好好。哎呀，第八个，这一趟辛苦你了啊，梅老板，哎，你看，你看，前面就快到了啊，一日行情过丰富。好好好。一来比贼要疼啊，跟家去了、啊、梅老板，你八个亲我的亲总、嗯、今天没有空、啊、你是还钱还是叫人你自己说。哎呦，梅老板高兄不傻了，神妈已经保了，家扎妈有个猪，我男人已经出门了，我又没向你嫁接了。哦，还想哪张？第八个，你看呢？他王子。范范范梅老板，第八个事情好商量，好商量啊！现在我没钱，等阿根回来，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啊！哎，阿宝姐啊，侬记性噶差。马伯伯的钱不是好怕用上啦？哼哼，这想点啊！我去哪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女人呐，敬酒不吃吃罚酒嘛！哎呀，我受苦嘞，受来当生意当苦啊！阿爸，阿爸，阿根，阿爸，阿根呀！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你受委屈了啊啊！第八个，这次是辛苦你了，我一定请客啊！请早一点放心啊！哎，儿啊，哎，鬼气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嗯，老太婆也不见了，哎，累着个老婆在家睡，我挂真是个鬼气鬼了。老板啊，等我当今朝到美食回来再叙你去。好、啊。事实上能成功，我种种有伤啊！啊，小杨。
好，哎，儿啊，一定要当领导，我一定要当领导，哎，你要不要啊？娘，咱能量好吃嘴，一个不知劲的老太婆用得上你不吃不喝费精神。绍兴家园的路，娘年纪又加大，凡一路上你也不拦住他。爷，就生在他的身上，我哪个管得了？你，阿根哥，阿根哥，来。阿根哥，来来，阿根哥，快快快，阿根哥，啥事体？鬼头鬼脑的。啊？你怎么知道的？我亲眼看见的，骗你是乌龟。这个贱货，哼！嗯，你说娘在哪里？娘在哪里？我哪个晓得？好，你完了，骗我！你这坏气鬼，今天吃了包子弹呀，竟敢打我了，才啥子报告啊？你打呀！你说娘在哪里？我就打死你！你往哪里去？三下子去让你一切的真金色八千里忙今个要玩我当时你我的心愿是在他出白老警察阿哥啊，真个怕虎嘞！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快上！娘到哪里去了？不然我就打死你！我在姐妹部走的地方。姐妹部，好，回来再到你身上。阿哥哥在这里铁面包快开门开门铁面包快开门阿哥哥你哭啊拜
哎呀，姑娘醒醒，姑娘你醒醒，姑娘，姑娘你醒醒啊！你醒来了就好了，姑娘，世上一路切盘掉，你为啥要？哎，我没一路可走。哎，娃可不能这么死，天无绝人之容啊！你是外甥大哥？嗯。哦，你是绣花姑娘。姑娘，你大哥，这次你不该救我。哎，见死不救，我还能算什么？看你浑身湿淋淋的，怎么回家？啊，快问问姨婆吧。啊，家，我是回不得了。那就先到我家吧。啊？我是你和我娘一起子。真的？是啊是啊，山里人从来不会说谎。那
没什么，没什么。天不早了，我们走吧。姑娘，快走吧。姑娘，快追吧。怎么害怕了？走。这是我的家，我们走吧。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不去拿玩具。娘、我在路上救了个人。哦，人啊！快叫他进来吧。哎，哎，快进来吧。娘，我去拿玩。把人大爷妹
鼻子呀，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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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娘就放心了。嘿，那啊，府里啊，已经三多天了。娘总想，没有大夫，我们母女俩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娘，这话我都听过几十遍了。讲过了，就不能再讲了。唉，做娘的，肚里有心事哦。娘。我有眼睛看得清楚，我有耳朵听得明白。哎呀，还是这个强的就闹的脾气。哎，娘。哎，我看，哟，哦，哦，哦，哎、娘，娘，哦，娘不舍了。快睡。哎呦，快睡。快点！哎呀，哎呀，哎，哎，快点！哎呦，哎呦，嗯，阿根兄弟啊，你娘是你老婆妈的，与我有相关啊。再说八国天地十六铜王，怎么能要得回来呀？不是，不是你出门忘穿，将山里人好骗，我不会卖掉婆婆的。耶！你这不给我李东兵吗？你是姐姐还良心，你反我又可以上天理，你当面上吃的还人，你呸，哼，不要吵了，叫我快睡。哎呀，要不给打了你的接头棍。哎呀，阿根。这样的人，收拾工也没有，就快走，你。
今天马上去，你放我回去吧。啊，你妈的良心天人子，马路拐的花金子，这个大光棍不是那好干，你光打败家呀啊子，就这你吃老虎，为咱做了千百次，做梦梦到这个马。Thank you.